Hanuvo 是一家台湾致力于减缓气候变迁的公司，我们提供客户或企业减少他们的废弃物，降低他们的碳排放量。我们加速整个产业来做转向，迈向零废弃与碳中和，我们一步一步的迈向永续发展目标。为什么要做品牌？当初我们是以农业废弃物这种永续型植物性的材料回收回来之后，做成各式各样的商品，然后到外交提供给国外需要减碳迈向 ESG 的客户跟企业。那在这个过程，他们会一直把我们定位成说我们是在贩售商品。那为什么要做品牌？就是我们想要把我们整个公司的理念跟愿景传播给他们，所以我们在2022年创立了Hanuvo这个品牌。这个品牌就是专门在协助企业来做零废弃碳中和的。我们并不是只是能提供产品，而是可以提供整个大环境所需要的永续解决方案。在打造品牌的整个过程，最困难的就是第一个，我们必须去凝聚、去定义、厘清我们整个内部对于品牌的定位，那也要跟我们内部每一位同仁来宣说，来统一我们对于整个永续理念的方向。那不只是在软体对内外，我们也针对国外的客户来进行说我们整个理念的一种宣导、倡导与发起。我们做了品牌之后，我们利用 Hanuvo 这个品牌来跟国外的客户进行我们的对话。一开始国外客户会把我们定义为你们就是一个产品环保商品的提供者，那我们自从有了品牌之后，他们知道说我们能提供的不只是商品，不再把我们定义为一个产品的提供者，而是会把我们当成一种永续伙伴，在他们需要减碳或者是说在减塑的整个过程，他们可以跟我们进入讨论的阶段。那针对不同的企业、不同的品牌跟我们讨论之后，我们会提供具体的减碳、减塑、零废弃、迈向碳中和的解决方案。所以参加了这个计划之后，我们最大的收获就是我们成功的从产品的提供者转型到了整个永续解决方案的提供者。品牌就是承诺，现在给全台湾想要做品牌的创业家或者是企业，品牌是需要一步一步慢慢累积客户对我们的信任。